看看那个还有解答。嗯，那假如这个解答有问题要怎么样？你们要啊、哦，随时把它提出来啊、哦，因为这个假如我们的解答错了，这里改的东西就会错掉啊。好，第一题就是我们给的这个，好、啊，这是一个新模。啊，其实这个我在出题目的时候，这个随便画画画画就都出来这个图形。好，然后呢，希望你把这个图的真实表、真假图表，然后啊，所以说 A、B、C， 然后速度是 B， 啊，我这边有跟各位那个写，就是速度是 A、B， 然后输出是 B， 然后希望你把这个真实表。好，好，那我们说这个是这个 PN 的电晶体，哎，那这一种电晶体，这一种就是 N 型，这种是 P 型。P 型是怎么样？就是你只要这一个给它零，它才会通。它这一个是给它一，它会通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。所以你只要知道这个就可以。好，这种。N 型是你只要给它一，它就会通；这种是你给它零，它会通。然后人家说这个你给它一，它就不会通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给它零，它就不会通。好，所以我们只要根据这个就好了，只要这样就好了，你只要知道这样就好了，其他的不需要知道。好，然后你就可以用零零零，零零零，然后这边只要零零零的话，好，那是不是这三个都通？对，那这三个都不通。那这三个都通，这三个都不通，所以这边电源是从这边下来，所以 VCC 是到这边，对。那 VCC 到这边啊，这个就不通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不通，这个通，啊，这个通，啊，所以这个 B 是电，这样。啊，你可以用这种方式，就一个一个试，把这八个，我们一个一个，啊，我们再试一个，比如说现在。零零一，好 ，A 是零 ，B 是零 ，C 是一 ，A 是零 ，B 是零，那 C 是一，那 C 既然是一，你就知道这个不会通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不会通，这两个通也没用，对不对？他说这整个这里就不会通，那 C 既然是一，这个是不是就通？那这两个不会通，那没关系啊，因为它是变零，对不对？他说这个只要通，哎，这个就接近，对。那这里就接力嘛，这里零电压出，零电压到这边来的话，哎，这里就不通，这里不通，哎，它在这边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哦，那所以你只要一样一个一个在进去装，然后再加一个，一，这三个都一，一，它是不是这三个通通不通？好，那这三个通通都通。对不对？这三个都要通，啊，所以这里是接地，这里一接地，这里不通，这里通，他说这边就没有通，对不对？啊，就这里，这样 OK 吗？啊，所以你现在只要知道这样就好。啊，事实上等到你学了这纸学以后，你看到这个情况，你马上就知道，只有拿这种组合它才会。很快，那一看就知道。哦，像我不是这样一个一个这样子。哦，啊，但是你现在只要会一个一个数字，所以它是八组，这答案就错。这样 OK 吗？啊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真假图表。啊，那你假如说你以后学到这个电子学的话，你要一看，哦，这是一个钠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一个钠的介入啊。然后这个呢，这个是一个三个输入的，三个输入的 NOR 接入，它这里是两个合起来，对不对？一个 NOR， 然后一个 NOR 就出来了 NOR， 啊，所以你看是不是出来的一个 NOR 啊，什么都是。哦，那所以有学过电子学的同学的话，他一看就知道，哦，既然说哇，这东西它就是只要有点输入有点意思，
好，那但是你现在我不要求你了，我就是按今天的大学生。好，然后只要知道说是 P 结婚的话，就是连续输入连续相通，啊，一线地上不通，然后 N type 的话相反，只要知道这样子。好，这是第一题。再来第二题，第二题是我们给你这个电路，然后希望你把这分角、直角都画出来。那一样是输入输出，好，那也是一样，一个一个带进去。那比如说我们在 A 是零，B 是零 ，C 是零 ，D 是零，不一样吗？那既然 A 是零，您知道是一个 AND 的输出是零，那经过这个道，那这里就是一，来，这里一都出来，好，这里是零，然后这里呢 ，C 是零。然后 B 是两嘛，从这里是进去的，他说这个哇，那经过这个呢，就输入是这里。那我们刚刚说这里是一嘛，那这里是零，从这边还是零，现在输出来这里，这里是零，然后这里是一进来，这边还是零，对，那这里是零，零零，哇，这是再经过那输出来。好，再来一遍，连连连，这里是零，好，所以这里是一，和这边就是一，这边就是零，然后这边是零，这边就是一，然后一，然后这边是零，然后这边就是零，然后我们刚刚说这个是，这个是一，这个是零，这个是负的。然后这边这里也是这边点哇，他说这个是输出这个，然后经过这个呢，啊，你是这样一个一个推就是，好，那你假如到二年级，二年级修过那个数位电路的时候，数位系统，你就可以把这个 D 写的 A B C 的一个物联代数，那写完那个式子以后，你这个政治表一下就。好，所以到那时候你再去写那一套。但是我们这个我们只是要希望能够把它带进去，一个一个带进去，然后把它写回去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再来第三题，就我们有一个 memory， 啊，就是一个 memory。它这个 memory 就是我们那个介绍过的那个图片那边。那我们现在问你，第一个 A 零跟 A 一的功能是什么？它是录影片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你这个靠这个 A 零跟 A 一，然后去看你要选取的是哪一个位置的，所以这个是 A 零跟 A 一是为了要。这个指定位置用，对。然后刚才我们问你说 W1 是做什么用？W1 的功能是什么？那 W1 的功能就是为了要把资料写进去这个 memory， 所以你一定要 W1 等于一，资料才能写进去，对。W1 的话等于零，这资料写进去。好，我们这个是为了这样。所以你只要这样答就好了。那你不见得要跟我们计算机一样的，啊，你只要一是对的就好了，啊。好，第三个 ，C 二 D 一 D 零是什么功能？就这个 ，C 二 D 一 D 零是什么功能？那就是你要输入资料从这边输入到 D 零，对。所以这里就是给资料用，好，给输入资料用。好，那再来 ，Q 二 Q 一 Q 零是什么功能 ？Q 二 Q 一 Q 零是什么功能？把资料是从这边，啊，从这边来，从这边来，这三个是资料，好，再来第五个，这个 memory 里面有多少个容量？有多少个位置？好，那因为我们说两条路直线，所以总共有四个位置，四个容量，第一个容量你能不能？第二个容量你能不能？第三个我可以，第四个我可以。
然后再问你这四个 location 的位置是什么？啊，那这四个 location 的位置是不是零零、零一、一零？好，然后再来每一个 location 包含多少个 bit？ 对不对？那每个 location 包含三个 bit， 这个 location 就三个 bit。这个 location 零一的 location 包含多少？一零的 location 包含多少？一一的 location 包含多少？啊，所以每个 location 包含三个 bit， 对不对？好，再来。所以当我们设定 A 一等于一 ，A 零等于零，怎么是一等于一哦？你看这我们怎么一等于一哦？所以知道说这个资料可以写进去，哎。然后第二是一，第一是零，第一是一。那我们这样设定了以后，那请问会发生什么事？哦，那意思就是说，哎，我们要把资料一零一写到一等于一的区间。写到 A1 跟 A0 的这个位置，对不对？他说你再这样打就好了，哦，或者你假如说啊，当这个我们这样设定以后，这个位置一零的那三个 bit memory 那三个 bit 会变成一零，那也算啊，或者说你这样的话，就是我们要把一零一写到一零嘛的这个第一级的位置，他叫你对，啊，反正你只要意思对的，啊，那这个地址是怎么写随便，啊，好，再来，包括 H， 这个 H， 啊，这个联系这个 H 做一个小动作，哎，这个假如我们把 A 一设为一 ，A 零设为零。对不对？然后找一个一，原来是一哦，这我找一嘛，这找一。然后第二是零，第一是一，一零是零。那请问你会发生什么？对不对？啊，你可以说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啊，有什么事都没发生？因为我现在找一个一是零，所以这边的零一零写不进去啊。啊，所以你没有办法跑，原来我这一个一零的这个位置。是不是已经被写成一零五，对不对？这时候你把第一改成零一零哦，我这个一零一还是一零一哦，我这边一零一还是一零一，因为W一等于零，它并不是一啊，啊，所以你这个零一零没有办法概括去原来已经写进去的一零，因为这个位置都是一啊，一零，它也是一零，啊，但是这边的W一是一，这个W一是零。所以这里的资料写不进去，好，这样 OK 吗？所以我们就是用 W1 这一根甲这个线来控制说我现在资料是不是能够写到机体里面去。当 W1 是零的时候，你就写不进去；当 W1 是一，你才可以写进去。啊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接，然后对不对？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好。好，再来。假如你希望把零零一写到你可以写一一里面去的话，那么你要怎么样去设定这些 A 一 A 零等于一就要记住。那因为我们现在要写啊，怎么样把它写进去？所以等于一就是一，对不对？然后因为我们现在要写到位置一一的地方，那所以等于一就是一等于。A 一就是一 ，A 零一就是一，对不对？那因为我现在要领资料呢，是零零一，那个第二是零，第一是零，第一是那是零，了解吗？啊，所以大家看这个就知道了。啊，因为我要写，所以等于一要第一，因为我要写到位置一一的地方，所以 A 一要一 ，A 零就要一。啊，因为我要写的内容是零零一，所以第二是零。这里一点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所以这边就会一，它就等于一，它这个 B 二 B 一 B 零，啊，就是零零，就是你这样去设定给它的话，它就这边就会被改成。
啊，原意啊，原意。好，好，回归就是我们的第一，哎，因为是零零零一，那这为什么是零？哦，零零零一啊。好，所以这边就是零，所以这边就是改成零零一。这样 OK 吗？好，好，这是我们第三题，到第四题的。好，第四题说，假设我们 R 连到 R 七下面的内容，啊 ，content 就内容 ，R 连到 R 七里面这些八个类的一个内容，分别是放零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就 R 连里面的内容是零 ，R 一的内容。之一，那个十六个 bit， 啊，然后现在我们说，在这个 R 连跟 R 七的内容会变成什么？当我们执行文字的时候，这个 R 连跟 R 七的内容会变成什么？那我们 content 这个 b， 啊，然后 content 这个执行这个。好，然后这边都放一起讲的，所以你也不知道，不需要去记这个指令它的格式是什么。对，我先告诉你，5到12个的 bit， 啊，是代表 OP code， 所以1、2、3、4这四个 bit 代表 OP code。然后我就告诉你，前面的意思代表 OP code 活跃。好，以后你出去考试不会有什么，我来跟你讲多详细啊。啊，所以告诉你，这四个 bit 是 OP code， 然后这个四个 bit 又代表 AD， 哦，所以是需要你做标。好，然后再来15、19、11这三个 bit 代表的就是 DSP 的里面。啊，对，等那些的组织，跟 R2 是等等那些的组织。然后再来8到16这三个 bit 代表是 SRC1 的里面。啊，所以01也是 R3 是 SRC1 这个问题，然后2到0是代表 SRC2 这个，所以这三个变代表 SRC2 这个问题，所以 SRC2 这个词是 R6， SRC1 这个词是什么？就是 R3， 对，所以这个词就是 R2。然后现在问你说，执行完这个指令以后 ，R 连到 R 七里面的内容变成什么？对吧？那说这个指令是要告诉我们什么？把 R 六里面的内容跟 R 三里面的内容相加，加出来的结果把它放到 R 二里面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指令就是让我们做这个事情。所以我现在就把 R6 跟 R3 里面的内容抓出来， R6 的内容是6， R3 的内容是3，然后加起来就变成9，对不对？那9就把它放到 R3， R2， 所以 R2 里面的内容就是9，所以我们就说，哦， R2 里面的内容是0000，看我这16个 bit， 就变成9，然后其他的那些内容没有。如果说 R3 被写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 R6 跟 R3 补出来，被资料补出来的话，这内容没有变。然后再来 R0、R1， 然后 R4、R5、R7 都没有被碰到，所以我们连读都没有读啊，更不要说写。所以那五个的认识都没有。所以唯一资料改变的就是 R2。因为 R2 被写进去了，所以 R2 里面的资料是2，现在被写进去9，所以 R2 里面的资料是9，其他的那些资料都没有去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好，这是第四题，然后第五题，第五题呢，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整个指令都一样哦，就只有把前面四个 OP code 改一改，啊。原来这个 OP code 是0001，现在我们只把它改成0119，然后其他都一样，啊，其他那12个 bit 都一样。那我们要问你说，这个指令执行完了以后，
那 R0 到 R6 的内容变成怎么样？那刚开始 R0 到 R7 的内容也是一样，里面分别放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好，那我跟你讲的说010跟 OV code， 好，010跟 OV code 代表的是 LDR， 啊，那 LDR 我们在上面那一张有告诉你说 LDR， 好 ，LDR 呢就是 base option， 对不对？那 base 在哪里 ？base 在这边，告诉8到6，这是 base， 所以。R3 是内容，所以你把 R3 里面的内容抓出来，就是3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跟你后面的 offset， 后面 这几个 bit 就是 offset， 啊，01 R3， 然后后面这1、2、3、4、5、6就是 offset， 那这 offset 是多少？是不是6？啊，00011，就是6，所以你把6抓出来，然后再把 base 那点整是011啊。R3 里面放的资料是3，也是3，所以就把3跟这个6加起来，对不对？那3跟6加起来是多少？是不是9？那这个9就是你要抓的那个 memory 的地址，所以你就把地址是9的那个资料抓出来 ，memory 啊，这是 memory。所以有些同学说，哎，9算出来是 R9， 所以把 R9 的资料抓出来，我们哪有 R9？我们做 R0 到 R7 啊，不是 R9， 对不对？所以这个9是 memory 的位置。好，那我们又跟你讲说 memory 全部都是 clear， 对 ，clear 就是 memory 里面全部都是0，所以管你是地址是9或地址是8或地址是20，里面的内容全部都是0。好，所以我把地址9里面的内容抓出来，16个0，所以这16个0把它放到哪里去？放到这一个01R2，所以我们说 R2 里面是这个嘛，就是因为我把 这个 memory 9位置9的这个 memory 里面的16个bit 的装入出来，那这16个bit 的内容是零，因为 memory 全部都是零，里面的内容全部都是零，它是就把零都到 R2。哦，所以 R2 里面也是2哦，这都是你的16个，然后其他的都是几个 ？OK 吗？好，好，这样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休息，好，下课。那你假如有问题的话，再找我们。但是上课的时候再回来上。好，第三节我们要。